虽然你对我的爱像这番跑一样，反反复复的，但是我对你的爱像这跑道的极限一样，直直通往你的心。跟他分手吧，我们王家是不允许有任何污点的。少在那边装冷酷，你也关心他，你也爱他的感觉。你就是被你的手下陷入这个害了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他把没资格爱他。每周六晚间10点，TVBS 欢乐台42频道《翻墙的记忆》。